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柯林斯爱分享。今天我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免费的视频压缩神器，也是这个小玩视频压缩器。那这个软件呢，在下来之后，它是一个压缩包，我们需要将它解压出来，它才能够正常使用。好，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过程。好，我们点击解压，然后选择这个文件，然后提取到，然后将它提到我们的桌面，确定，然后再次确定，就是这个文件夹。好，我们打开，然后这个文件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然后右键将它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，也是这个图标，我们下次使用的时候直接点击这个快捷方式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它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界面。还有这里一个常用功能，一图流。一图流什么意思呢？它这里需要插入一张图片，然后配上一个音频，然后输出为 FLV 或者是选择一个 MP4， 也就是说将一张图片和一个音频做成一个视频。这里的音频编码，这里的参数可选参数都保持默认就行了，然后点击压制，看到没？然后这里做好的就是一个图片带音频的一个视频 MP4 的音频视频。这里的帮助文件它提供了很多的视频的教程，还包括常见问题的回答，还有视频压制的一些方法，还有一些视频的名词解释，大部分软件使用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法。最后怎么获取这里的软件呢？第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去百度上搜索这个软件。第二个方法，你可以在关注我之后私信发送小玩工具箱五个字，我会把这个软件免费的分享给你。好，那如果今天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请记得关注和点赞，或者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好，这里是柯林斯爱分享，越学习越成长，我们下期见。